好了，最佳年度 Live， 我们现在就在 Live。廖俊涛，哦，恭喜廖俊涛！廖俊涛，廖俊涛凭借这个人在 Q China 2008年度音乐盛典网络投票当中，以22万票获得了年度最佳 Live。他以轻巧的吉他勾勒出了轻快的夏日旋律，那接下来也让我们期待他的更加精彩表现。来，好好，要说获奖感言吗？是啊，当然要。好的，有点紧张，就是这个奖杯蛮别致的。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嗯，谢谢 Q China， 而且感谢大家在我抒发个人情感的同时支持我的工作，给我颁的这个荣誉，这应该是我小学运动会以后为数不多的上台领荣誉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，还要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人们，我的朋友们，我的家人，还有工作人员们，你们辛苦了，这个荣誉是给你们的，谢谢。小学运动会之后，谢谢。今年廖俊涛的个人巡演也特别成功啊，刚刚完。好，谢谢，期待佳作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